医生。买什么东西都没有钱。爸爸不是给有钱你吗？你什么时候看见他给有钱不？我就在旁边看到啊。我也看到啊。我就要两块钱。我要两块钱。没有人那么多，就给一块钱。不，我就要两块。我也要两块。我看一下有不有转钱的哪地方了。我看看有不有了。奶奶，你怎么把钱放在裤衩里去了？放在里面，你都拿不到了。爹，我要两块钱，我要两块钱，奶奶，我要两块钱。给一块。那么小气。我的呀。一人一块呀。小弟弟有吗？要要要，哎，拿去啊。小弟弟，我们去买东西吃了。在，看好弟弟卖卖吧，我在家里打农药吧。哦，知道了，奶奶。哥哥，你要买什么东西？买玩具。为自己鼓掌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付出。那边有车。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。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。让你一样，这个吗？买这个，六六八，六六八两块。拿这个，要不要棒棒糖？一个棒糖多少？啊，弟弟你的，走了，弟弟回家。妈妈，你要吃弟弟的棒棒糖。妈妈，你给我吃泡泡糖。不，你都吃了弟弟的棒棒糖了。嗯，给我一个。弟弟，你不能吃泡泡糖。弟弟不能吃，来，哥哥给你吃这个。烤土豆，回家喽。去这边。给你一个。妈，要不要？想回家。